才就是两位主持人都给我介绍的这位啊，大家看一看，这家穿的你要嫁给谁呀？这是啊，给大家好好介绍啊，哎，稳当的啊，哎，大家好，不是。干啥呢？是那个你们总想的那个静静。为什么今天我跟王正正哥合作呢？因为我们俩认识很久了。多久了？我们俩认识得有七八十来年了吧。别说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模糊啥呢你呀、啊？你介绍你自己，好家伙，整这么慢。我介绍介绍吧，你看我多快啊！你看哈、啊，朋友们好，超越梦想一起飞，王正正，掌声。你说你老飞啥呀？飞呀！今天我俩开车一路来，那唱一路了。我一说超，他就超越梦想；我一说超，他就超越梦想。你不让我唱的吗？我是说你超速了，慢点开呀！你这样，你说我唱的那不行哈，你给大家唱一唱。朋友们，今天老妹儿就让你们听一听，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天籁的声音。哎，你看我这眼神啊，这玩意儿还是挺难嘛。正月里也是里儿啊，正月初三三啊，是你的放年假，咱们两个去串门啊，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呀，你过来有点事儿，你看外边有没有风丝儿，咱们两个人啊抱着孩子儿啊去串门，当天去那个当天活儿，看一看我爹我妈你的老丈人啊。想啊，拿点什么东西啊，曹四高上八件一样拿二姐儿啊，转回身来打开箱子柜啊，拿出来新上身，裤子本是涤纶底儿，没沾泥来没挂灰，劳模会上穿一会儿。